他们经常说我是光，所以我也经常会回复他们，就是其实他们才是照亮我的光。星星为什么会发光？不是因为他自己会发光，当然也有可能他会发光，但是很想提醒他们，就是不要忘了他们自己也是发光的人，他们也是每一个都很出彩，然后有非常非常厉害技能啊，我看到什么画画的呀，写歌的，写词的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业里发着光，我觉得都很棒。我有看到像博士啊、博导，都觉得天哪，我不配，有的时候会这样的感觉。他们也会提醒我要去做更好的一个自己，会去或者说各种角落去，各种某个时刻去让自己去思考很多事情，所以他们也是我的光芒，我们是彼此互相照。周深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强势上线，戏行曲蜃楼一出，期待值瞬间拉满。属实是被他这一首赛博朋克结合古风的唱法给震撼到了，感觉周深每次发新歌就总会给人带来惊喜。就问全世界的曲风还有周深拿捏不了的吗？时隔今年，周深终于又发新专辑了，这也是他的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，取名《反身代词》。目前先行曲《蜃楼》已经上线，全网零差评的好成绩，却很难形容出这首歌到底有多么的好听。歌曲的创作背景在极具诗意的同时，还相当能引发听众的思考。科技的飞速进步催促人们创造出数字绿洲，是以心底的执念便只能辅佐想象，呈现出蜃楼般的存在。他们具体又幻象，疏离又遥远，但却能在某一时刻让大家更加明白自己作为生命存在和守护的意义。而回归音乐本身，赛博朋克式极具未来科技感的作曲，搭配偏古风的词，明明应该有割裂感，但搭配上周深变幻莫测的嗓音，好像一切本应该不合理的东西都变得融洽且深奥。纯熟的唱功让周深不只能发挥出声线空灵的长处，描绘出游走在现实与幻想边界的独特美感，歌喉的深度与广度更如黑洞般牢牢吸引着听众。再一个，沃特艾瓦尔的词写得也是相当的巧妙，一曲听完真的是再社恐的人也忍不住想要四处分享并且讨论的程度。想在冬夜雪地与你追逐，你却落在早春中的一棵树，一切错过不算错误，错在来不及看清楚你的面目，我就交出全部。说到电子曲风，蜃楼早已不是周深的第一次尝试了，因为前阵子他刚携手 Liquid State 的电子厂牌以及制作人钟天立合作发行了一首《春雪》，毫无疑问这首歌的融合是成功的，古风词搭配电子曲，最后再融入一段合成器那都合成不出来的人声吟唱，那种一步步沉溺、纠结、遗憾，竭尽全力的告别，最后诚意祝福的情感表达，真是太震撼了，太饱满了。头一次在一首歌中感受到了如此蓬勃的满意的生命力，他企图用歌声来唱出大自然的宏伟，最后居然就成功了。回过头一下就明白为何这首歌要取名为春雪了。雪花开在冬夜深处蔓延，蔓延到一高一线的春天，春天暂时笑容目光一切一切啊，那曾是我的世界。雪花开在冬夜深处蔓延，蔓延到一高一线的春天，我在原地守护我的体面，春天再见，春天再见。我还在冬夜雪地里。就问全乐坛还有谁能比周深绝呢？他是目前无可替代、无可复制，有着无限可能的人间音乐精灵，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神奇宝藏男孩。
视频最后，虽然目前周深的新专辑只上传了一首歌，但你是否也因此更期待他新专辑中的其他歌曲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你曾经虽然没有就是经常看演唱会的经验，但是你有经常，我有曾经跨过什么包，穿过什么衣服？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。你抖音中毒啊！我刚才不是说我在 KTV 一定会唱王菲的那个叫什么怀念嗯，我想跟大家唱几句这个怀念。也许喜欢怀念你多于看见你，我也许喜欢想象你多于得到你，大家也可以去我们专辑听一听，好想听卡布唱《望凝眉》，我记得我好像在一个节目里面唱过吧，对，然后也是要给大家都唱几句，对不对？大家要求真的很多。一个是冷眼仙葩，一个是眉宇无相，一个是水月一中月，一个是金银中花。对于我唱法的话，我觉得就是特别通俗易懂的两个字，就是废气。就可能就平时听其他歌手唱歌，或者是你听他们飙高音，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找一个位置就一直去输气就好了。但是我这个唱法其实反而就是更需要你全身放松下来，因为我这个唱法就是特别废气的一个唱法。就你取名字叫做天空，就很明显是听到很多很多气声爆在外面嘛，所以其实这样的唱法其实特别特别费气，而且唱起来特别累。但是所以我觉得我的唱法特别像瑜伽，就是在变化的方舟寻着诗的旅者，高山大路浮游也要望着宇宙。刹那的感受却足够，算不笑话。我们终身住在那山楼，怀中一无所有。人愿一生如梦游。